这是上纲哦。入嘞。啊，上纲是出世是公元1946年3月25号。哦，就这了哦。那个等来的日子，等来的年纪，就是平安顺年了。出世属于高，就是叫十二年啊。三月，这是阳历了。一是等人月，二月，二十二。你不要被招了，哦，你是过了对过时，就是变中国了，哦，哎，伊个日子，你甚至甲老母相见一面，哦，就是，啊，你过我想念那日子相见一面，是吧？对，是吧？成功的也是教练老母他们要吃成功吃点不晒无用你的人都有啊好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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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所以现在没法度啊，如果没人啊，我对吗？无聊，我打他家就去那地铁站，就落班。啊，阿哥的人真辛苦啊，搞我这里干部，然后最重要的。啊，准备嘛了。一代老乡在那云南白，我要跟你过去。像这个开始讲，就以前我来讲那一点，可以上学在外面这样讲，过日子呢，应该不会搞这样。我自己阿爹讲去吃那个饭呀，但是大家叫一个饭。你要可以，你要快点，就请一个来，请一个来，也是这样，那就是中午，哦，不会，今天哦，哦会差不多爱讲，这样，对，古有，放放岩浆啊，岩浆的。给这些
样样的。所以一共我没亏我一共就没钱给两天比如把路家吃干了跟他过来他可以跟大家一起跟他跟他把他的家里头人把他的家里头人